请收看《慧心世界》金刚八节波罗蜜经。心中一想法皆虚，儿时传遍天人心。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勤习诸妙法，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愿此功德皆回向。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唯心贤士，这段的开经记是融合我们本法门易经心法妙难论百千万劫今重现佛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那么当下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就是要各位你悟了的时候，要将这个你所悟的分享给你身边的人，给你家的人。我们幻贝法师、圆净法师，就文应学师姐，过去他来到仙佛寺，每次共修所听到的好的妙法，他回去了都将所听到所悟的告诉他的婆婆，他婆婆好高兴，每天回来都第一句话问他的媳妇说了，今天师父有没有开示什么好的妙法，他有有，我听到就告诉他。所以几年来，那时候他婆婆很高兴有一天时间到了，放下了他就走了，因为心无快嘛。我们人来到世界上，年轻的时候努力学习，中年以后努力打拼赚钱过事业，年纪一长一老的时候就开始要修行，要找回家的路。回家的路有八万四千条的路，条条道路通净土。若是我们一直执着在世间的名与利，有一天死了是很难过茫茫然，财产也没有办法去处理，钱财也不知道谁要来分去所以在灵魂中阴身的时候还是会很难过，找不到自己的心，找不到自己是谁，找不到自己从哪里来。所以我们人一走的时候断气了，我们就要有修行者一起帮忙助念，念佛助念告诉往生者我们的长辈们自己的本性原来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谁？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心，不是别人。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觉悟的心，觉悟的心叫做释迦牟尼佛来代表，叫做佛陀。那我们的清净的心，
我们的心是清净的啊，所以叫做东方药师佛来代表，叫做三宝佛，三个宝。我们的觉性就是我们的智慧的觉性，释迦牟尼佛来代表啊，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性，本尊本性本心叫阿弥陀佛。东方药师佛就是清净性。那么所有一切的诸天圣神都是我们的导师，包括王禅老祖啊，他也是我们的指导灵，我们的导师。安听我好不好？而诸天圣神来到世间，化身投胎转世为有形的人身，那么里面那一尊都从哪里来？就从大梵天的世界，光明天的世界，我们因缘合合了投胎转世到这个身体上来，都藏在里面在睡觉。而我们有形的身体每天斤斤计较啊，每天在那苦苦恼恼吵吵闹闹啊，所以最近在政治上，在台湾的政治上，上天的启示就有台北市长、新的市长示现了，就是告诉我们人来到世界上要求人不是求己，求己不是求真心的自己，要正心。所以他可以啊，很理直气壮的告诉说，我没有接受你的政治现金啊，所以没有跟你挂钩，你错了，我就直接跟你说你错了。那个是慈悲的，那个不是是挑剔的，那在唤醒一些财团有钱者，他们的本尊灵性就是佛嘛，结果来世界上思维的方向不同，所以就有各种的世间的有为法在这里纠缠不清。那么一年时机到了啊，就天意示现了，来警告众生啊。所以像政治方面的也是修行啊，啊，所以有悟道的人，他有真正宗教素养的，他绝对不会说，哎，新的市长你在跟我过意不去，不是这个意思。再次提醒我们，也现在提醒我们看到了媒体在报道了，你们要以宗教的方向智慧来看待这个社会的现象，所以社会的现象都在提醒我们。啊，所以老祖在我们双十谢天轮法会的时候开示了啊，四句偈：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啊，往生净土极乐国。这四句偈不是叫我们死掉嘞？哦，这个音乐有的听，哎呀好悲伤哦，死了才会这个咯，错了。然后再看善哉，南无阿弥陀佛啊，赶快找到自己的本性回去也罢，人生百岁一场空。我现在应该讲了73岁了，还有多少可以吃不晓得，对不对？也许睡一睡了，俗话说修得好就好死嘛。有人问我师父啊，你念佛要创啥？念得较好死的嘛，对吧？心安嘛，了解到自己啊。但是世间该打拼就要打拼嘛，名利富贵不相逢，我
们百岁死了一场空，放下了一场空，世间的名利富与贵就不会再跟我们碰面了啦，不相逢嘛。哦，所以我们死了，说为什么说要拿一手三千六，三千六，三千六就三十六天罡。我们是从天上坠来，天罡三十六个净土，天界的净土转到地球世界上来，我们要回去，还是要经过三十六个净土回去，才能回到自己本来的大梵天世界呢？所以三千六嘛，那么我们不晓得，哎呀，死了，怕他在阴间里面没钱，会不会被烧毁？啊，没那个这个高速公路啊，这个要过马路费，现在要 ETC 的啦，哦。啊，那个用电子了，但是钱还是拿的。以防有一天啊，那么高公子开这个单来，你要去缴啊。啊，当然走了，要入殓的时候，还是三千六拿起来，假使那个本本的嘛，有个本啊，是不是？哦，所以你们有一天要走了，放下了。第一，注意不要挂金钻啦，莫挂银啊啦，你挂银啊挂金钻呢，那你见不到如来啦，哦，见不到如来，啊，你讲说那个阿母啊，阿妈，我这选叫你炸了，你炸好高好诶，啊，那这些孩啊，死去的，人家盗墓的在那边把旧金矿都在看啦。啊，你就为他手啊拖出来放在灶盗墓的立马过不好些了嘛，是不是？哦，所以在世间上呢，名利富贵不相逢，那这是我们续缘的桥梁。做事业家非常佩服他们，大财团企业家我非常赞叹他们的过去生的福报有修，这一生来养这么多人，他的产品给这么多人能够来享用，我们要赞叹企业界企业家嘞，哦，不要想办法就骂企业家都错了嘞，哦，我们要赞叹要感恩他们嘛，啊，但是呢，我们走了自己也一样啊，走了然后我们就放下来，留给以后人去经营了嘛。曾经有一位信徒也不是一位啦，好多位啦，哎，慧莲师父啊，你现在这么多的财产，这么多道场，你有没有什么计划？我知道他说我死了之后这个要交给谁啦，我哎呦，你要还那么细哦，我真是罪过罪过罪过，我努力怕病啊，见识纳贤来这里修行啊，结果给你们那么多的烦恼，怕我说死了之后谁来管你这个？啊，那所以就烦恼了。我那么烦恼，佛祖佛祖两千五百多年前，啊，他留了下来了，那很多很多的资产留，他也没有带走啊，放在地球上啊，他把智慧留下来了嘛，所以。圣法、道法、宗教的资产是永恒的，世间的资产就不永恒的了，就不是永恒的啦。啊，所以他们问我，我说你不要烦恼啦，罪过了，我让你烦恼就排血嘞。哈哈哈！哦，那信徒他听了，面都红起来，哎呀。我拍写系列系列，对不起，我就多问了，多操心了，因为都是天上如来来考验我，看我怎么这么想啊！这人说：“哎，我会不会为这个烦恼？”所以菩萨、如来都在提醒我的，对了啊，你怎么样来面对未来？
死翘翘，三寸七段的时候，寸步难行的时候，这么多的道场怎么办？我的反正回我头路边走啊，是不是？当下把握，好好修行，啊，将所悟的对大家有益的，啊，提出来，让大家共同来分享。所以这世间的名利富贵不相逢了啦，放下我执随佛去啊，放下我执自我的执着随佛去，随阿弥陀佛去也好，药师佛去也好，东方药师佛或是释迦牟尼佛，诸佛菩萨或随老祖去也好，那么所有的诸佛菩萨的名叫做法，叫做道，叫做智慧。所以放下世间的执着啊，随佛去，随着智慧，修行的智慧啊，把心量打开来啊，往生净土极乐国。我们要往什么生？往生有两条路呢，一条天堂，一条地狱嘛。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师父啊，恭喜哦，您是什么人已经往生啊？哎，往生你要问讲是往生到哪里？哦，要啊，往生到佛国，师父你也没有看到啊，一也没去过啊。哦，按照这么做就可以往生。啊，所以老祖传了唯心圣教，新年度会跟传道了佛子每个往生作庆，百日对联，对你周年和三年也法仪，按照这样绝对可以往生极乐净土。另外一条往生home home 去啊啦，往生厝的底下狗啊去啊啦，我往生这恶鬼道去了啦，这都有啊。所以往生了的往生净土，要往生净土，你啊祝你往生，哎，无负责的，因为往生到 home home 去嘛，往生净土就是自己本来的家，极乐国。每个人的家就在极乐国，西方极乐世界就超越了我们自己内在心灵的佛国啊，所以他们要依法来修行啊，我们来体验，来作为例行，你才能见到如来。若是你一直执着我怕这穿这多漂亮，我这丝仔多好穿，哎呦，我告诉各位，这个绝对见不到如来的啦。三十二相，三十二座现象啊，有人说哎呀，耳朵长长了绝对能成佛，你每天跟他照镜，我耳朵这么长，给我那遐散啊，我那土地去煮啊尔哦，三顿有他吃而已，不是这样。哎呀，眼睛厚啊，眉毛黄，哎呦，我是大金刚哎，也不对了，那见不到如来了。所以我们投胎灵性投胎到世间上来，有这身体，各位要注意，我们的身体是借用而已哎。啊，真正要找到自己的我们那一颗心啊，我们自己的灵性啊，所以你们有空可以到我们的仙佛寺如来园五百罗汉那边，这五百个众生像中间一个佛心，中间那个佛坐在那边那个佛心。所以你当你有烦恼的时候，同学们，你们可以到如来园
合掌一尊一尊花个像，一尊一尊花个花，花大一尊像你。五百罗汉，就五百个众生的心。啊，众生身，阿德是有一个心，佛的心，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本心嘛。所以我们的法服，啊，为什么给各位灰色的？黑与白的综合就是灰色吧，黑跟白一定多啦，啊，所以给各位法服穿起来，自己看也不讨厌，人家看也不讨厌，就是中道嘛。你太红了，一偏一边；你太黑了，偏一边。啊，你太什么色了？啊，太蓝了，太绿的，啊，都偏一边。那所以王禅老祖师尊给各位的法服，就是灰色的，啊，灰色就是中道的色嘛。所以我照的是有没有悟啊？做事情你要见到如来，就中道。我也不爱批你，也不爱给你批，方批一撮也没用，你批那一撮啊，没吃没困的嘛。所以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你们要去买菜、买东西，你看的标价钱，你要跟他杀价，要注意哦。啊，好啦好啦，免你啦。我告诉你，你就欠苗。哎，要怎么讲？哎，老板，这个呢，你有十块。啊，我欢喜，八块给你买。欢喜八块给你买，你欢喜卖给我吗？八块可以卖给我吗？以后我很欢喜卖给你，无收欠，这就是中道嘞。所以你们衣服穿的，法服穿的去买东西，不能杀价哎。还注意，哦，你们就得那个，啊，不能杀价，价钱不合理。任何我能买的就这个价钱，啊，你这个价钱能卖给我吗？他可以卖给我，你就可以见到如来了。如来就中道，所以老祖开始我们的法服，这个颜色灰色，这如来的本色就是灰色了，没灰灰哦，哦，就是这个中道的色，啊，所以我们的法服。啊，办公室当官的同学们，你们穿去办公室，啊，大家对，人家看了你在，对你又有尊敬。哦，所以各位同学，世间的很多事情就是要学习到中道。那么给各位穿黑的，叫有包容啊。哦，你爱来，我把它逆起来；别来。马西亚呢？绿的颜色、蓝的颜色、什么灰色，来东西一样的，我能够包容起来。哦，黑的颜色，那么老祖开始一起这样，啊，就给过一个灰色的，就能见到如来。啊，这是中道。一个你，你若要去吃米，先问好。啊，这米多少钱？哦，多少钱？好，可以的，我在家，那不然太贵了，啊，那就不要勉强了。啊，家里你就不要讨价还价了，那欢欢喜喜，谢谢你让这一餐能够让我的身体解霸也壮阔，生命有活力，那你就是见到。如来的本来面目，祝各位。